现代人忙于工作，没有时间认识新朋友，更别说是男女朋友。不过呢，云林有一个年轻的面店老板，他出奇招，把菜单的选项加上了真女友的选项，替自己增加机会。而他的理想对象呢，就是艺人 Jenny， 而且他自己呢，还是巴西的留学生呢。面店菜单上控肉饭、鸭肉面，哎，怎么还有这个真女友的选项？而且还有可能变成未来的老婆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张姐姐，对，然后她没有时间交女朋友，爸爸有点急，对，再加上主要是她交不到女朋友，没有第二代的话，爸爸不能回去。太多只用鸭腿跟鸭胸，那主要到时候到以后会都用鸭腿部分、啊真女友的就是这一位27岁的年轻面店老板，熟练的腌制鸭肉，将面团下水滚煮，加一些调料这样子，这是基本的酱油。煮面功夫相当熟练，但因为平时忙于面店工作，没有时间教女友，让爸妈相当焦急，于是在菜单上写下真女友的讯息。喜欢那种类型的啦，看起来比较聪明一点的，然后就是个性大方一点，成熟一点这样。他们的客人或是未来的工作伙伴，能够成为未来的老婆。谢云林综合报道。